亮着灯的马六甲河畔，其实蛮漂亮的。我们走了一条非常有特色的小巷。喝酒啊，吃东西啊，是吧？啊，这条小巷还是挺有风味的哈，感觉挺不错。嗯，有一点感觉我在普吉岛了，有一点像在普吉艾伦了，现在这边是不是 ？Hello， 是不是想游客街有没有？对 ，OK。不错。鬼门关了那边。大华酒店。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它之前叫大华旅店嘛，你看。对，我们带大家去吧。你看那大华旅店，你看。旅店的话，它的那个星级就比较低嘛，然后现在变成酒店。对，好了，我们进去休息了。check in check in。也穿着爸爸娘的装，对，所以这样子才是有那种仪式感嘛，就很舒服咯。 Good afternoon。 啊，现在酒店在修复，就是一股这个南洋的味道。这边有啊，小饼干，什么特色呢？就是黄梨饼啊。 OK， 就是凉了的。 OK， 所以说我们每个游客或者住客， 你本身住进来，你都可以享受这种非常地道的这种小小的甜品，对不对？这个不是我们童年的时候吃的。对对，其实这个是中国传来，其实在你在问很多中国或者香港、台湾的朋友，他们小时候其实有这一种的啊、小饼干。对，小时候的零食吧，我不会这样子说。是9.4分的。对，所以这个酒店其实来说呢，它本身你看它外表可能是非常的古老。不过它的整个设施呢，或者服务呢，是五星级的。是的，是的，它就是五星级酒店。对。啊。然后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它的里面呢，你可以感受一些比较属于有一点西化，啊、哦，西式，也有一点点这种娘惹的这种的特色。它还有这种比较西式的吧台。就是其实娘惹文化就受着西方文化的影响的，因为当时的男生哈、哦、就会被家里送去英国求学，对，那他们就吸收了西方的文化，所以你说我去两个家庭吃饭的时候用筷子那是没有的。哎呦，他们有准备两个厅，现在一个是西厅，对，一个西餐厅，一个是中餐厅，所以他们对就是比较富有的，嗯，对，家境比较好的，他们就有两种，对。基督教堂，嗯，你记得在哪里吗？你有印象这个是哪里吗？没有什么印象。这个，这个不是红布那边吗？1753年，哦，对，早期的红布。对，这个是荷兰总督府，当时没有大钟楼的，有没有？嗯。啊，那这个当然是没有了喽。哇，大牛车，这是马六甲山。这个是圣保罗教堂。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会客，就是我们的住客，我们可以坐在这边休息，它也算是一个比斯山的。哎呀，其实我们刚走了河边，在河边放空了，然后就疗愈了之后，我们就回来这边开始啊，下一个旅程这样。梅姐，我相信很多人都对这间酒店有兴趣，来，你稍微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这间酒店的价钱大概是多少吗？其实我看起来哦，我觉得蛮合理的，因为它在这个地点，然后又方便。这边要是你能够拿到优惠的价钱啊，或者是平日的价钱的话，它大概是450以上，来400以上就有了。但是如果是碰到假期啦，或者是星期六星期天的话，就要700-800了。
然后还要特别给国外的朋友知道，或者是我们自己本地的游客知道的，就是我们这边哦有一个叫做历史古迹税，就是2块钱马币的。但现在这一家酒店它就有一个叫做旅游税，就是每一个人还是每一间房间每一间房间就是每一间所有马六甲的酒店啊，所有全整个马来西亚的酒店都有这个旅游税，就是全部马来西亚的酒店都有这个旅游税，就是一间房间10块钱一个晚上2个晚上20块钱的，这个是都是政府收的，这个要理解。因为我之前带客人去酒店的时候，结果就引起了一些争执，哎，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政府规定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提早3天前以上的话呢，你可能还可以拿到20% 的折扣。对对，就是你自己要上这个网站对去查了，或者如果你时间自由的话，你就找一个比较便宜的那个日子来这边住。包早餐哦啊！不过记得来马六甲，如果你要真的体验马六甲的话，你一定要来周末，就是星期五星期六礼拜天，要不然你就看不到马六甲的热闹了，那个机场文化街的那个对是是对对对。好，就这样子了。谢谢。是黑茶对，这个是很特别的哦，我声音都变了，需要茶了，失声了失声了。真的，那个淡淡的荔枝香，哎，就嗅到那荔枝的味道，哎，哇，舒服。刚才你是讲荔枝的根是吧？根叶，嗯，看叶子，茎啊，茎啊，茎啊，哦，茎，哦，所以整个就是荔枝茶，哦，没有肉啦，就是它叶跟茎就可以这个香味哦。那种香味了。哎，其实回到家我把那个荔枝的那个叶子可能来晒干就可以了。对对对，我吃荔枝，你吃，你用叶子，你去晒叶子。好吧，终于疲劳都消除了。刚刚走甘波摩登，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我们过去给大家参观梅姐的房间，走。走吧。Thank you。看这个就是给那个残疾人士的哦，残疾人士的那个地方，对对，坐那个轮椅的。Thank you。这是给人家做 SPA 的，对。很喜欢这种地板，原红色色的。对，这很 classic。来，我们来看看梅姐的房间。梅姐，你今天晚上可以泡浴了。好好的泡浴。给你好好泡了，这么累。这里的 bathroom， 这里是他厕所。杨总理机场外跳，对对对。哇，好了，等一下你就好好休息了。嗯，大家好好休息。今天晚上还要去拍什么 Ramadan？ 好了，就这样子给大家随便参观，你留下来吧。好。好啊。啊，这边有你的水喝哈，知道吗？是。So the water is a complimentary or charge？ 你们 charge right？ 嗯 ，OK。The coffee is a complimentary. All right. Okay, good night. Bye bye. Okay, bye bye. Okay.